大家好，我鸡腿 Q&A 终于来了，没错 ，Q&A 终于来了，我拖了好久。那么感谢这么多人留言给我，那我就直接开始吧。Yeah. 第一则留言，李玉群，没错，就是放火，放火本人。你还有在打肉毒吗？怎么知道我还在打肉毒？我已经打了几个礼拜，最近没有在打，没有在打啦。下一个是朱恩云，朱恩君，鸡腿为什么叫鸡腿？那就是因为国中爱吃鸡腿便当，那就被同学老师这样叫。下一个是苏玉想，问我说可以看你侧刷吗？当然可以啊。没有，有没有？哦 ，bang！ 下一个是廖若雨，高中同学。安安你好，单身吗？废话，我单身啊，不然嘞。那个是 B 穷菜，喜欢什么样子的女生？我喜欢可爱型，然后可爱就好。佩玲，她还是我跳舞的朋友，本名叫什么？叫蔡宜修。好，手转怎么练？就练啊，需要倒立很好吗？要，可以表演手转十圈吗？不行，因为我不会。曾冠海，最想挑战的影片类型是什么？拍游戏实况那种。我一直都很喜欢玩游戏。之后啦，如果机会的话，郑维尼也是我跳舞的朋友，他说鸡腿老师的舞蹈经历，我不是老师。然后我舞蹈经历大概是我从2008年开始跳舞，跳到现在第九年，今年第九年了啦，不过就跳得很开心了，对，跳到现在。下一个是林凯航，也是我学弟，他问我说鸡腿老师为何想当 YouTuber？ 我不是鸡腿，不，我不是老师。问我说为什么想当 YouTuber？ 因为我喜欢拍影片，就是想散播就是快乐。哇，好官腔啊！因为我喜欢拍影片啊，我喜欢拍好笑的影片，然后又可以记录自己的人生，就是可能以后过了十年回头看这些影片会觉得很好玩。下一个是 Shirley Lee， 对 Shirley Lee， 他问我说来一段帅气的舞如何？来啊，来！下一个留言是然后下一个是张艺文，他问我说为什么想拍影片，就是好玩啦，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然后下一个是黄春伟，我同学，他问我几公分，身高的话我不想讲。黄博玉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干嘛？不知道我在干嘛。下一个是尤君婷，也是我同学，倒立唱一首副歌。亲爱的，爱上你曾许，这不是问题。Stella Chan 是学生吗？是啊，我是学生，可是我快毕业了，现在大学生。好，拍了。下一个留言是东东医生，他问我说：“鸡腿大大，你觉得你大概什么订阅？什么时候啦？”时候没有打，什么时候订阅会破十万？恭喜1000订阅，什么时候会破十万哦？应该至少要一两年以上吧，可能才有机会了。可能一两年还没机会。赤眼暗星鸡腿，我想问你，我帅吗？所以是你帅吗？你哦，你都蛮正的。陶德他问我说，学你家的狗。下一个是郑佑宁，他问我说狗的名字怎么取的？弟弟的话就弟弟啊，秀的话就秀喽。下一个是极限破台语 of smalling， 他说恭喜大大，你超快破千的啦，谢谢谢谢各位。下一个是 Mars Sky 余晨，你应该很喜欢吃鸡腿，所以名字才会叫做鸡腿。然后恭喜你破1000订阅，我是从你50几订阅时订阅你了，我也达到了200快300了，也很高兴，谢谢你带来这些影片。对，没错，我就是因为喜欢吃鸡腿才叫鸡腿，然后也谢谢你这么早就开始订阅我，感谢你啦。你说你也快300了，那就一起加油。下一个是这个我不会念，小文文哦，反正小雨下雨下，好，小雨下雨下。他问我说，鸡腿的腿毛几公分？30公分。Cookie 问我说，鸡腿1000订阅吃18斤咖喱？不要，因为太辣了。啾蹦蹦问我说，鸡腿平常的兴趣是什么呢？我平常都在跳舞，然后我很喜欢唱歌、拍影片、看影片、听音乐、熏歌。加油，谢谢，加油。Vicky 科科奇，等等，我找不到放火的问题啊，在这里，你看到。你的舞风是什么 ？Q&A 问题。舞风就是 breaking 啊，就是俗称的地板动作。霹雳舞。蔡慈恩，身高、年纪还有是单身吗？身高不知道，年纪大学快毕业，单身。我当然是单身。Love 什么韩文？之鱼应该子鱼啦。子鱼 Mina 应该是子鱼他们的粉丝。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了，你会怎么做？擦滴滴。末日来了，就是最后一天的话，我就想跳舞吧。跳一整天的舞陪家人。对，苏奕胜问我说喜欢穿的衣服品牌是什么，觉得都蛮喜欢的，哈哈，这件啊，这件 Reebok 啊，没错， Uniqlo 我也蛮喜欢的，无印良品我也蛮喜欢的，他们的东西其实都很好，记得要买无印良品的衬衫，他衬衫很棒。 Ilne 他问我说打电话给你认识的 YouTuber
对他唱歌。应该他刚刚在讲 YouTuber， 我没有认识半个 YouTuber， 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认识 YouTuber。郑家乐说鸡腿做伏地挺身50下，加油加油，来啊，伏地挺身50下。比心说在很多人的地方大喊我是 gay， 表嘉云说喜欢什么型的女生，我刚才有讲过了，可爱型。毕业后打算做全职 YouTuber 吗？如果我做得不错的话，当然想。陈品云问我说恭喜，我猜你165-170中间，不跟你讲。 Victoria 说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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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Chen， 他说偶然发现你的频道，我是新加入的订阅者，想知道多点关于你的一些简单的个人资料，谢谢啦。 BTW by the way， 我觉得你的剪辑好好，可以知道是用什么软件吗？ www 简单的个人资料，我叫鸡腿，我住台北市，然后我是家里最小的，谢谢你觉得我剪辑很好，可以知道用什么软件吗？我是用 Adobe 的 Premiere， 对，英文版还蛮好用的，专业一点，复杂一点。HUN 就 HUN， 恭喜！我想看你的房间长怎样。我房间长这样。然后下一个是宁宁，他说恭喜1000订阅，哈哈！不定时留言，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哦，我很常看到你啊，感谢你每天都有，感谢你很常来我这边留言，我记得你。零零，问题是未来有打算拍游戏影片吗？还是继续拍日常像呢？有啊，以后想拍一些游戏的影片，因为我也是很爱玩游戏，日常也会一直拍啊。希望以后能拍打 CS 之类的，因为我以前打 CS 打很久，然后还有打到就是有去比赛，对，轩轩应该是轩轩 XUN， 他问我说怎么会想当 YouTuber 啊，你们都没有加 R。 他说恭喜破千，怎么会想当 YouTuber？ 我刚刚讲过了嘛，就是因为我喜欢拍影片，恭喜破千，谢谢。Fast Ray FAUSTRED， 他说你喜欢什么类的，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当伴侣？类型哦，就是跟我一样白痴吧，就是喜欢搞笑的人，女生。对，下一个是猪猪侠，他问我说看过 Undertale 吗？那是什么？雨嘉诚跟弟弟蛇吻。陶德说鸡腿每个留言都有看，很棒哦，好棒的。小陈茉莉叶问我说可以告诉我你家狗狗是几岁，是男还是女的？弟弟大概是，弟弟的话贵宾那只是5岁，然后西柳白色那只是4岁，然后两个都是公的，都是男的。 UJUJE， 然后他问我说，他说其实我觉得鸡腿的影片都真正的，只是时间短看不够，然后可以站在椅子上用很爽的表情说我在这里享受了到了征服世界的快感吗？ www 我在这里享受到了征服世界的快感。不对，是沙发。 Joey 说加油，我会继续支持你的，爱心爱心。可以3年拍露牙照吗？很喜欢戴牙套的男生。会死，他说你是不是很爱 Reebok 那件外套，哈哈哈。对啊，我超爱的超爱的。然后下一个是若影，他说你从刚开始当实况主时到现在，我不是实况主啦，我是应该算 YouTuber 齁，我不是实况主啊。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 OWO 你影片真的好，很好看。最想说的话，我不是实况主啦。小右打超多的，恭喜鸡腿大大，每500订阅的时候就看你的影片，家里也有毛小孩，所以看你的毛小孩玩耍就会觉得特别可爱。还有你拿假蟑螂整毛小孩的那一支影片出之前，就是我拿假蟑螂整我家毛小孩的那天，真的是超神奇的，希望你可以一起拍下去，加油加油。我跟你讲，我想看鸡腿你去跟姐姐说我爱你，或是跟毛小孩说希乐我爱。叶雨桐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是台北人。刘慧轩说恭喜加油，谢谢。小熊今天说也太快了，等等我等我。好，我等。傅玉豪说你的手机牌子是什么啊？ Apple。 东东医生他问我说对了鸡腿大大，你觉得你养的两只狗哪只比较可爱？差 D 只能选一个哦，都很可爱。爱玉说可以把眼镜拿下来吗？好喜欢你影片。触电网电影情报入口网，他说恭喜，太感动了，我订阅的时候还不到100，真的好感动哦，谢谢你都会来留言。老妈奶子会开花，什么名字啊？然后他说可以拍些宠物的影片，你姐的庐山真面目，拍些有趣的，不要再拍如何你家的，不要再拍如你家的狗有几根毛啊，一包米有多少颗啊。哦，这是我姐的庐山真面目啊。下一个是纯子 Ellie， 哦，这很常来留言的，我记着你 ，I got you。他说想当初我订阅的时候还不到100人，我要看你撞自己的脚趾头。以上就是我的1000订阅的 Q&A， 耶！
基本上我每一则都有回到啦，因为其实也没到非常多，就是大概二三十则。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这也是我第一次做 Q&A 的影片，希望10000订阅赶快来耶，就可以再拍一次 Q&A 了。那我是鸡腿，拜拜。